左投手兰利在前面七场的先发出赛有三场优质先发，在四十一局投球当中防御率非常理想，2.41。左投手是.226。兰利取得良好球领先。哦，有没有掉中呢？最后一垒神吴家维先生举起了右手，兰利三颗球三振掉了打击的宋承瑞，打在了棒头上，这一球带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最后交给了右外野手周家乐。内角球挤压到左半边，王振堂直接把球收进了手套，一局上兰利用了八颗球完成三上三下。